教课中感觉对了就接吻，学生看全看傻眼。感觉对了就接吻，没错。哇。教课中哎，会不会录影中他感觉对的？有可能，没看他们跟他就一直在摸来摸去，摸来摸去，就闻到有声音的，有声音的闻，就是那种啄一下那种，没有到那么夸张。啄一下，对，明明就是捏着嘴巴，然后那边。对，因为我老公很喜欢这样，就是比如说我们上课上，比如说五分钟、十分钟，我们就说学生好休息一下，喝个水，然后大家就下去就要陆续去喝水，然后我老公就突然会走过来，就捏着我脸，就这样一直像吸，他就一直吸，就啄一下，他就一直要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一直啄，然后因为感觉不出来他也要喝水嘛，你冲水，啊！学生那么多，仿佛世界只有他们两个人，就完全完全。学生到后面也习惯了，一开始说要报警哦，要干什么，就会一直这样酸酸酸。到后面他说又来了，我吓一跳。我以为学生都习惯了嘛，那都习惯了。看学生也过来啄一下。神经病，又不是饮水机，你在那边什么东西啊？是啊，那哎，按你们就这样子。也就 OK 了，习惯了啦，习惯公开。其实，在什么马路上、什么餐厅、什么家人面前，啊，在我们家人面前，因为其实我们家的人是那种很严肃的，就是都不怎么讲话那种。然后他就是可以在我爸妈面前突然就是，可能大家在看电视看一看，然后我站着，他就突然跑过来就抱着我跳一支舞，然后我们家人就会这样哦，就大翻白眼。然后久了以后，就是他会跑过来什么深吻啊，就拥抱什么老婆，真的好爱你哦。然后我哥就说：“你们两个去死好不好？”哦，他已经这样，他还是要。我看我岳母白眼会翻到后脑。哎，可是你家不是那种很严肃的那种？对啊，第二代的，这样超尴尬的哎。对呀，怎么有办法？而且他们在运动，他们还自己发展了一种双人健身。哇，要修的。是哪一个路线的？那不有影片吗？还是可以示范？可以示范，可以示范。可以示范的。是认真的，认真的，不是瑜伽那种。没有，它是一个柔术的柔术的训练，因为他现在也开始练。其实柔术训练是通常要一个伙伴一起做，啊，你们这样一起训练，感觉万一对了，在家嘛就方便了，在家。那今天在外面哦，你要记得哦，好，那我们让那个软垫赶快进来，不然他们快要感觉对了，真的。好，耶！第一个动作是柔术的木村锁，然后我们在训练的时候会做这个动作，就一边手放在地上，然后另外一边起来，然后去扣住对方的手，来开始。哎呦，哎呦，我是认真的在练啊。这个动作可以训练到他的核心，核心就是肚。这是一个柔术制服对方动作，做关节肌的起手式。哦，那刚好他也练这个仰卧起坐，所以他的核心也会还蛮不错的。然后他还要练腿的力量都有。然后像我就是要做支撑，因为有时候他动作快的时候，会有个力量把我拉下去。对，他这个 MMA 真的是这样，因为他这个然后两腿上来就算全防守。对对。那绊住一只脚就是半防守，半防守。对，所以他刚要做一个 kimura， 对 ，kimura 就是木村，所以他手过去掰，不是没道理的呢。有啦有。哎，啊，如果教练莫名其妙这种状况下，他脸有出现怪异的状态，对对，扭曲或什么，怎么办？你要赶快起来看看。下一个是手臂十字固的起手式，然后一方一样就是身体站稳，然后放在他的肚子上面，然后他就要在下面做旋转。哇，这个一不小心会对，这个打到他的头发，对，会有这个练习，所以我要配合他的动作。哎，你不要看这个很累哦，这个很累，超累的。那一般来讲哦，手部的这个十字固就是一只手。就抓住对方的手，然后像这动作，他就可以练到他的侧腹。刚好遇到那身材会很好哎，这样练。然后臀部的力量也会用出来。没有，哎，练这个孩子会。练一练就。还有吗？就这两个。就这两个。谢谢。哎，很健康啊，很棒啊。